曾获金话筒奖的沪上知名主持人陈荣，近日有消息传出将要离开主持岗位，退居幕后。从1997年主持《智利大冲浪》开始，陈荣就备受上海观众们的喜爱。这一消息让许多喜欢陈荣的观众们感到十分失望。2月19日，陈荣以嘉宾的身份现身某美容公司的开业仪式。对此传闻，陈荣也是予以了正面澄清。很多人来采问这个问题，可能有断章取义的成分吧。我是说，可能幕后会着重很多的时间会放在幕后，但并没有说是要放弃目前。我只是说，可能我们会，我的团队和我的陈荣工作室会做很多节目的创意和制作，也许未必。我制作的每一档节目都是由陈荣自己来主持的，可能不是这个样子，但并不是说要什么着重退出目前工作，然后要开始幕后工作，不是这样的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